有请主持人涂磊。真情致谢，重新开始，谢谢你来了，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涂磊，欢迎网上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和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本栏目由三合一新方法养护骨关节，营养无骨比例赞助播出。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和快手号，来认识一下我们三位嘉宾老师，他们分别是重庆卫视的主持人柴子路、媒体评论人石树思、心理专家北辰。好，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不见，见，不见，见，不见。关于嫁不嫁给他这个问题，我曾经纠结了四年。我们整整相差15岁，那个时候的我自卑强势，而他年少又不成熟，矛盾争吵，我们分手过无数次。改变了很多，他努力成为了我的超级英雄，让我看到了他对我的爱。老公，那天谢谢你答应我的求婚。掌声有请被致谢人丈夫王斌。涂磊老师好。你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请坐。哎，一大老爷们要一个女的向你求婚吗？这个是从去年的10月份讲起，是因为我们之前分手了有3个月，然后突然3个月以后突然他联系我，那天是在晚上，也是下着暴雨，然后他叫我过去，去他们小区楼下找他。然后当时确实打了一声很响的雷，我确实也慌了一下，然后那个拖鞋都已经套在这个腿上取不下来了啊，然后就是这样一瘸一拐的上了车，然后到达了那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方了以后呢，他说让我跪下。他求婚让你跪下干嘛？其实他的求婚方式就是比较可能是强势的一种方式吧。我跪下，我当时他说跪下的时候，我没理解到，我就是真的跪下了。你是双膝跪下？对，对，我没理解到。然后他说不是这样子的，你要单膝跪地。完了我就明白了，他就说你愿不愿意娶我？我什么都没想，我就说我愿意。他比你年纪大好多啊。对，是的，他比我大15岁。15岁啊。为什么会喜欢一个比自己年纪大很多的女生呢？不是因为她的岁数的原因，是因为在最初她给我带来的一些温暖和就是我，因为我毕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成都这座城市的，然后呢在这儿一个人打拼，没有认识人，在这个期间她有帮助我，也有照顾我。就姐姐肯定还是有魅力的嘛。对对对、关键其实我也对她有这个好感啊。来，掌声有请致谢人徐小亚。涂磊老师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我叫徐小亚，来自成都。多大了？43岁。坐啊。好，谢谢。比我小2岁。面对一个小自己15岁的男生，还是有压力的哈。有压力。你也真是啊，你说求婚就求婚，让人家跪下，搞得人家双膝跪下。
还是要有仪式感嘛。还算是有仪式感。对。为什么那天晚上让他就给你求婚啊？那天晚上的时候跟几个朋友，然后吃完饭以后呢，从小区来了兴致了啊。那天晚上的确喝了酒，我跟他分手三个月以后吧，每天都是一个人回家，家里面就觉得、特别的冷清，所以说呢那天就不想回家，然后一个人就在凳子上坐着，然后坐着的时候呢就想，因为我十五岁就出来打工，然后在外面也有二三十年了，就一直没有家的感觉，因为毕竟他年龄也比我小那么多嘛，所以说呢就是以前一直没有这个勇气。但那天晚上因为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有几个朋友啊，然后让我意识到，就真的是意外和明天真的是不知道哪一个先到，爱与不爱都需要勇气。所以那天晚上我决定嫁给他，就给他打电话。你有孩子吧？我有孩子。多大了？十九岁了。十九岁了。说说你们怎么认识的吧。那个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是11月1号，那天我在小区楼下卖关东煮，那是第一天。当时顾客也很多，我是记不住他的。后来对他怎么有印象了，是因为我记得每天都会有一个小伙子牵着一条白色的狗狗来这里来吃那个关东煮，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我就记得有一个大男孩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关东煮的，是一个老顾客。结果有一天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然后他又来了，来了以后呢，买完东西以后呢，他就不想走的意思。后来刚好有凳子嘛，我说你可以坐一会儿，然后就这样，我们是第一次真正的聊天，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是内蒙的，然后是在这边呢是做摄影摄像这一块啊，做学徒，来成都已经3年了啊，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了解。后来他就一直陪着我到收摊的时候，后来他就说，哎，可以留你一个联系方式嘛，他说我万一哪天下班回来比较晚啊，到时候那个联系不上我。留下了以后呢，他就每天下完班以后吧，没啥事儿，他就会来帮我摆摊儿啊，有的时候帮我打包啊这些，就我就会在我的印象中，我就会觉得这个男孩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你就把他当一小孩儿。对对对对，我觉得印象挺好的，因为他比我小10多岁嘛。哦，那个时候我们应该他来帮我也有1个多月了，然后他有天晚上就给我发信息，他就说喜欢我。你什么时候看上人家的？在他的摊子上吃了大概有7、8次的时候。你喜欢他啥？当时其实也不是很了解他啊，但只是说觉得他的这个外表和样子啊是我很就喜欢的类型。哪种类型嘛？是就是你就描述一下他在摊子上的时候那个样子嘛。他当时的那个样子是扎着一个马尾辫，然后穿了一个一身运动服，腰间挂了一个那个小包，可能那个是应该是装那个零钱的，然后他就是在那边，可能他化了一个淡淡的妆，那个就是大概就是那个样子，然后说话的语气呢，就像一个很开朗的一个女孩，而且就是有一种大姐姐的感觉，完了他不会对你就是有一种排斥感呀、什么的，他会对你很热情，然后让我心里面觉得挺暖的。然后他给你塞信是吧？对，我还带过来了啊。我看看他的称呼叫我的爱，从第一天我们见面就是上天的安排啊。当时我比较羞涩，不敢多看你一眼，就从那天开始，我就默默地去吃你做的爱心小吃。那是你认为是爱心小吃，人家只是做的普通小吃啊。其实你不知道，我已经对你无法自拔啊。就算我们不会发生什么，我也想静静地多陪伴你一会儿。之后我们发生了这么多，发生了啥？发生了这么多。我想说，人的一世会遭遇无数次相逢，有些人是你路过的风景，如果我们前世有过约定，今生就算是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我也要找到你，拉着你的手从此不放开。说哪儿抄的？是在网上抄的啊，在网上抄的啊。所以你看到了这封信之后，你做出了什么决定？
然后那个信里面他不是有提到吗，之间发生那么多事，就是他第一次给我表白的时候了，就那天晚上的时候啊。在这之前已经表白过了？表白过一次，就他给我发短信。他说啥？他到发短信的时候他说是喜欢我、啊、你知道我第一反应吗？我就觉得他脑子有问题，因为 他知道我的年龄了，也知道我是离异单亲妈妈，然后摆个地摊欠一屁股债。哎，我问你嘛，你离异之后有人追过你没有吗？没有。没有是吧？没有。你有想过你写这样的信会招来他的反感吗？有想过，不过我是也是想赌一把。那他下次还来吃饭那怎么办呢？我就假装没有看到那封信啊，继续笑脸相迎、啊、对我就假装没有这个事儿，因为我不可能答应他，我为了避免尴尬嘛、嗯、你应该是个性格特别开朗的人。嗯，比较有亲和力 啊。其实你也渴望爱情，肯定你也不是不渴望爱情。小伙子喜欢你，你也挺高兴的。我不是说你释放了某种信号啊，而是你本能的性格会招这样的人。如果他是那种哎呀忙得不可开交，每天脸上都是这个豆大的汗珠啊，然后身上脏兮兮的，也不注意打扮自己，你也不会喜欢。对，是吧？对，这是第二次告白，是写信。对。啊，又被拒绝了。又被拒绝。灰心吗？没有。你向他求爱告白，你有障碍吗？你会自卑吗？还是说你很有自信？我没有自卑，不过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很自信。嗯，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女人我也是觉得很难得碰到一个自己喜欢的，我想就是你哪怕是让我尝试十次我都愿意。哦啊，所以有了第三次了。对啊，第三次你说吧。好，第三次的那天下雨呢，我就没有出摊儿。然后呢，他那天就打电话给我说，请我出去吃串儿。然后我说行嘛，反正他也在我这边也帮了那么久嘛。我想的是那天我请他，毕竟他不管怎么样啊，对吧？也经常来帮我。结果呢？然后吃完饭回来的路上，然后他又向我表白，然后他就是说给他一次机会。他说你没看出我对你是真心的吗？他说这么长时间我为了你我放下面子，我愿意每天陪着你在路边上蹲着路边上排摊，他你给我一次机会嘛。当时我就想到反正也不可能，我就给他出难题嘛。我说我首先我的女儿才13岁，我肯定要通过我女儿的同意，我女儿不同意我肯定是不同意的。第二呢，你肯定要去告诉你的父母，对吧？因为他的父母肯定是不会同意的，一个离了婚。对，你这叫以退为进，好吧？对，其实也是想试一下。对，这年纪大的女人呐、啊，这心思特别多。我告诉你，玩不过她。我告诉你，你一毛头小伙子，你哪有她的盘算多啊？然后我回去以后，我就给我女儿说了这个事情。我给我女儿做了很多的铺垫，我就跟她说，我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叔叔喜欢妈妈，那哪是叔叔，那是哥哥。我就跟他说，你是哪种不能接受？年龄大的、长得丑的、没钱的、胖的、矮的、年龄小的。我把年龄小的说了最后，我女儿说，你找什么样的人跟我没关系，只要他对你好。后来我就说，那如果找一个年龄小的了？我女儿说，你都想得美，怎么可能？我就给我女儿说，我说小区里面真的有一个喜欢妈妈啊，我说比我年龄小。我说你猜小多少？我女儿说3岁。我不是，5岁？不可能吧！我再往上，8岁！我天妈，你要干嘛？我说不是，再往上。最后猜到15岁的时候，你知道我跟我女儿就在床上笑得打滚儿。到最后的话，我说那个叔叔想见你一面，我说要不见一面？他说行吧，看一下。他也很好奇啊。就这样，后来跟我的女儿第一次呢见了面，但是呢，在大家在一起相处也是很愉快的。你女儿不排斥他啊？不排斥他啊？对，就这样。他比你女儿大多少？9岁。所以就女儿这头打通了。嗯。那他父母那头呢？他父母那边呢是这样的，是我们可能就认识也有半年多了，然后他给他妈妈打电话的那天呢，我就坐在旁边用的免提。他就给他妈妈说，他说妈妈，我现在喜欢一个女孩，然后呢他没有答应我，他说必须要通过你们的同意。然后他妈说，哎，可以啊，你也有这么大了也可以谈恋爱了呀。然后他说妈，他比我大。他妈说，哦，没事，年龄大的女人我跟你说疼人，我就比你爸大2岁。他妈妈还不知道这是个坑。然后他妈说女大三抱金砖。后来他说一个妈，我给你抱了5匹金砖回来。
挂了5批15块金砖。对，不淡定了呀！完了啊，怎么回事？不可能，人家他是绝对是个骗子。而且我跟你说，你那么远，别上当。他肯定是结过婚的，说不清楚都有孩子了。哇，就反应就很大。你在旁边应该心里不是滋味吧？不，我完全是我预料之中，比我想象中已经好多了。哦，然后呢？然后呢？电话的结尾怎么说？结尾后来他妈就把电话挂了嘛。挂了之后呢，他也比较担心，因为他妈心脏不太好。第二次其实他就跟他妈打过去的时候，他妈就哭了。啊，对，能理解吗？对，能理解，能理解。然后呢，他妈的语气就变了，就给他说：“儿子啊，我跟你说，你在那边那么远，你要照顾好自己。这个女人肯定是不行的。你想想，她比你当那么多，她不可能给你再生孩子，说不清楚孩子都生不出来了。”等等，就跟他说了很多的利害关系。到后来，他妈妈不是很反对的原因是有两个原因，我觉得。第一呢，他觉得反正我们都住一个小区，反对也没有用。第二呢，他觉得他儿子年龄那么小，肯定对我是一时心血来潮啊，还没等到他们同意，说不清楚他早就不喜欢我了，所以也没有当一回事儿。那这次还没算搞定他妈妈吗？还没有。还没搞定。他花了2年时间搞定。那在2年时间搞定他妈妈的过程当中，你们俩确定关系了没有？就我女儿上高中就住校了啊，后来他就住在我这边的。他住你家里去了？对对对，住在我家里。你怎么会住人家家里去了？心想的已经确定关系了，所以说就谁提出来的住人家家里的？其实我。你啊？对，一般的男生不是挺有自尊的嘛，都要让别人住到自己家里。因为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要脸皮厚一点。脸皮厚一点？对。你交房租吗？你没交。对呀、啊，你以前租房子你是要交房租的，对吧？是的。一个月多少钱？一个月2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你跑人家这儿来不交房租，你这不白吃白住吗？啊，人家还做饭给你吃，在人家摊子上，然后又不交房租。不过我每个月都要给他要上交我的工资。您公司上交多少工资？当时是有5000块钱。你有外债的吧？你是有外债的哈。我欠债60多万。啊，就是他的钱你会用吗？去还外债？会，但是他给我的我都会记下来啊。其实他一直都不知道他一共给了我多少，但我都记下来的。我当时就想到，如果有一天我跟他不在一起了的话，这笔钱我会转给他的父母，也不会给到他手里，给到他也没了。跟一个比自己小15岁的男人在一起，一开始自己心里还是一件挺怪的事儿吧？刚开始啊，代沟也是有的，所以说我们刚开始前期那一两年，那一年多磨合是非常非常的艰难。你说嘛，举几个例子听听嘛。他就超级喜欢打游戏，然后因为打游戏，有一次我还去游戏厅去逮他，他撒谎，他说我师父叫我出去忙一下，我晚一点回来啊。其实他一说话，我觉得他在撒谎。然后呢，我说好嘛，你去嘛。后来我就在想，我说我们小区楼下刚好不是有一个网吧吗？以前他就最爱在那里去上网，我有90%可能都他那里在上网。后来等不忙的时候了，我叫隔壁的大爷帮我看了一下。你去逮他。我去的时候，哇，你不知道他跟他的同学在打那个，打得可有劲儿了，我只有那么嗨了，我就站在后面，我又不说话，站在旁边的那个小伙子就一直给他使眼色，他又没注意。那小伙子认识你？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他，但是就知道我是来逮他的嘛。但是可能你以为是他妈妈来逮的。对，那种感觉，要么就是他妈，要么就是他姐。后来他一看到我之后，你说吓得来，哇，那个表情真的有那么吓吗？确实是有一点。你有什么好吓的呢？不，也不是说好吓，就是心虚。很心虚啊。那次以后，反正我就给他说，我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反正也就改过了，从来以后他也就不敢了。还算听话。那还有别的事儿吗？然后还有就是特别爱撒谎。哟，这不好。其实最早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摆摊，他是嫌累的，他不忙的时候，他就说我今天出去接单跑业务。其实他没有跑业务，他就出去晃一圈。其实这些我都知道，就爱撒谎。当然后来也是慢慢的这些都改过来了。周围人有闲话吗？周围人没有闲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他的年龄。这看上去闲老。还有什么问题是你觉得他身上的缺点是你不太喜欢的？那个时候没有上进心啊。比如说他觉得，哎，我一个月能够挣个4-5千当个徒弟，反正我不够了的话，我妈会给我，所以说呢，他就会
很老是吧？现状对，其实那个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一个婚姻里面或者是一段感情里面一个男人你应该去承担什么，他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那当然不知道了，他才二十多。对对对，刚开始。他乱买东西吗？你要乱买，他以前的工资都是一般超不过3天就没了。那他钱都交给你了，他咋乱花？他最早给我的时候其实是觉得哎，为了讨好我嘛啊，就觉得是不是我给了你点钱你。后来又往回要。要嘛有的时候比如说哎，给我20我怎么怎么样。但是到后来他真正的改变的话啊，他就是真的能干到我的压力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有60多万的欠款，而且的话我还款差不多就各种贷款都有，基本上一个月有14天我都在还款。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就突然觉得我好像真的是有压力，嗯，然后又看着我又特别的省。就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摆摊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特别的难，你知道吗？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就我们收完摊以后啊，然后那个不是里面有零钱吗？啊，有零钱我们就放到那个沙发上一数，数到上了1000块钱，我就会奖励他去吃羊肉串儿，啊，5块钱一串儿，然后哇，他就可开心了，他每天就只想上1000就好了，然后他就可以骑着电瓶车，然后就去买羊肉串儿，然后每天不能超过3串。其实很多情况下，你是在改掉他的缺点，在教育他，在行使部分母亲的职责。或者是大姐的侄子，对吧？他对你会有什么惩罚吗？他一般只会给我一次机会啊啊，比如说你说谎，对不对？嗯、我一直忍着你，对吧？你已经到达了一个极限了。我这次我告诉你，就是你再说一次谎，咱俩直接分手，你马上走人。其实有一天嘛，我讲的有一天，那一天的话就是我俩就是因为我说谎。他受不了，觉得我这个人太不成熟了，啊，完了我就拎着箱子下去了，因为我当时也淋着雨，因为我也在气头上，啊，我就想冷静一下，我想为什么他不理解我？其实我后来就怎么琢磨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啊，觉得我说谎其实确实是我的问题，而且我又会回忆到他的那个不容易啊，他之前摆摊的那些画面啊，一些不容易的一些情况啊什么的。我就心里面就产生了那种怜悯心，就心就一下子软了，软了以后我就觉得，哎，我应该，而且我也身为一个男人，我应该主动去认错。所以呢，所以你就扛着东西又回来了。对，啊，对，他就让你进门啊？没有，他没有，他刚开始不让我进门的，我怎么敲门他都不让的。啊，我敲了有的时候敲了一晚，因为当时我们那个有的时候你被关门外还不止一次是吧？对，也是。就是把他气的，被关多少长时间？其实也没有多长时间，可能几个小时。我出去，我几个小时还不长。对，你就一直坐在门口。有几次是，不过从后面开始，就是我觉得我也没必要跟他争吵了，他自己冷静冷静，我也冷静冷静，我就干脆我出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去。好玩不？这样的相处模式好玩不好玩？累，特别 累也好玩吧？不好玩。跟你的前夫比起来不好玩吗？他们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婚姻里面嘛。那说说你的前夫吧，你上段婚姻为什么分手？最早我是做服装批发，后来呢在丽江开客栈做药材，所以说我跟我的前夫呢是一直是属于两地分居，然后在2017年的年初啊，我发现他在外面跟他们单位上的一个女的好了。然后后来我们就离婚了，就是背叛是吧？对对，背叛。我每天晚上我就站在那个窗户边上，就看到那个路灯，从开上路灯到早上亮，我就整晚在那个窗前，然后整晚不睡觉，然后我每天都哭。在最严重的时候，我就想的就是活不下去了嘛，我还回我们老家买了百草枯，买回来以后。我早上我女儿去上学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说这就是我最后一次看我女儿的一个画面了，我说以后呢我女儿就只有自己照顾自己了。但是在那一刻呢，我就有点绷不住了，我就哭出来了。然后我女儿问我，她妈妈你怎么了？然后我告诉她，我说妈妈都不想活了。然后我就告诉她我的一个想法。后来我女儿就抱着我哭，她说妈妈你知道吗，你生病了，你得去看。我当时我女儿还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女儿对我说，她说妈妈，她说你没有什么好绝望的，她说你看就像你们现在这种情况，我都是全班第一，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是你的希望。
在那个期间呢，我看到有一个去色达的那个票，然后我去报了3天的团。那天晚上的时候我昏倒了3次，我在色达上面上吐下泻。我记得我最后一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色达的那个雨夹雪，但是那个月亮很亮，照在那个房顶，我就趴在那个地上。然后我当时就只有一种想法，我就想，我说我不想这么痛苦，我想要快乐。然后我回到了成都以后，我就开始摆摊卖冰粉，从头开始。这个我们不说了，我想问一下，他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成熟？有没有标志性的事件？我记得在2018年的冬天，那个时候我的债务已经还了，可能有一部分了，还有40来万。然后呢，我就在我们的那个家乡的旁边那里有一个花市，我在那里开了一个奶茶店，店里面刚开始生意也是很好。结果过完年以后呢，那个地方是因为是违建就被拆掉了，然后是没有任何的赔偿的。但是在那个期间呢，我们为了让生意好一点嘛，那个时候也是每天早上我们4点钟就要去花市，就是卖早餐。然后中午的时候呢是在店里忙，忙到5点钟左右呢就没什么生意了，我又会回到我们小区楼下摆摊。然后他呢早上4点钟他就要起来去卖早餐，他把早餐弄好了以后，然后拉着那个车一家一家的去卖。那个时候他又不会做销售，经常被别人赶出来。我经常去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张都没开，但是他还是在坚持。所以说整个冬天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当过完年以后把那个店拆了的时候，当我看到那个挖掘机把那个店就是那个倒下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内心的，因为还是有点绷不住了，就觉得好像刚刚看到一点希望又没了。那一刻的时候，我自己蹲在那个店的门口，就在那里哭。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说没事的，有我在。我说这些债跟你没有关系。他就去买了一束花过来，然后他就说，那我向你求婚，结了婚这些债就是我的了。那就是他第一次给我求婚，但是当时我肯定不会同意的，因为我觉得他撑不起一个家。你摆过摊吗？以前我第一次摆摊的时候，是因为当时他不舒服，那天我心想我应该担起这个责任，然后我就把一些所有准备好了以后，我就下到单元楼下。你有了心理挣扎没有？有。我到了单元楼下以后，我才反应过来我要摆摊了第一次啊，完了，然后我内心就是有一种，就是生怕就是别就小同一小区的人看到我，就是啊、哎、这个小伙子怎么这么年轻就来这摆摊呢。那后来怎么卖的呢？后来是这样子，就是我就是坐那儿坐了也挺长时间，可能1个多小时2个多小时了，心想的到现在也没卖出个一碗，你说我到了晚上我也卖不出个几碗，我推回去以后也不是事儿，我也无法交代这个事情。我就想的，我肯定必须要今天卖出去。完了，我就尽可能的，我也没有说拉到小区门口旁边，我是尽可能的靠近了一些，至少拉过去有个10多20米。然后我就是内心重复了无数遍，大家来吃冰粉，或者喊一些口号，让大家过来去注意到我这个冰粉，就是默念了感觉很长一个阶段，大概有个10几分钟。然后突然就迸发出来，就是我没有说特别大声吆喝，我就以一个正常人的声音，就说大家过来吃冰粉啊，这边有什么什么冰粉啊，然后也没人搭理，然后我就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甚至整个感觉我们那个小区外面那条街都能听到我的声音。有没有一点就是拿着这些卖了的钱回去之后会看到他脸上欣慰的笑容，也是一种鼓励？是有吗？有。你看啊，这简简单单的一次出摊啊，是一次心理蜕变啊，是一次成熟的蜕变。很高兴你突破了那一层，你喊出来了，对，变得更有责任感了之后，但对你的家人怎么样？对我的家人一直都非常的好，比如说对我爸，他有空的时候会去过去陪我爸下象棋。你爸多大年纪？我爸80。你得叫爷爷，因为他才20多嘛啊。我爸，我父母也是在成都，然后呢，他在成都的边上捡了一块地，我爸经常种菜。他会过去帮我爸挑粪，就管理菜啊，就帮着干农活。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我不是给他说吗？我说你一直不能当学徒，当学徒这样不行的呀，你还是要必须得出来创业。所以2019年的时候，他就自己开始出来创业了，就没有跟着他师傅了。
然后出来以后了，慢慢的我跟他的收入啊各方面就要稳定一些了。当我们都觉得所有都好起来的时候了，我爸然后是查出来了胃癌晚期。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其实也是一个转折点，然后他的工作也是最忙的时候，所以那段时间他白天他要去忙他的工作，然后晚上的时候守夜基本上都是他，因为他瞌睡特别的好，他怕晚上睡着了，所以说他经常会不停的抽烟啊，有一各种，包括有的时候他实在受不了了，他会他的手上就这样使劲掐，我看他手上有淤青，我都会说你手上淤青怎么回事，他说哎呀太困了没办法。然后在那期间他妈给他的40万给他房子首付的，当时他给到我，他说没事儿，他生病了有我在，不用担心，他说救命药剂你先用。然后在那期间他的一个自创的一个短片也是以我的就是我的原型拍的一个微电影小雅，然后入围了，对于他来说也是第一次获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其实也是非常难得的。但是遇到我父亲重病的时候，他说我不去参加了，他说以后还有机会的，最终他还是留下来陪了我爸。那段时间我父亲的照顾基本上都落在他的身上，我爸每次过去的时候都说哎呀王斌你帮我按一下这个脚不舒服，然后他会去用热水给他倒上，给他按摩，给他洗澡。我觉得这么大的小伙子最难得的是什么，他给我爸洗完澡以后把那个帕子，他有的时候就会洗完以后自己再洗一下脸抹下头，我觉得这是很多男孩子接受不了的，因为他们都会嫌弃，但是他不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爸给我说的最清楚的一句话就说，小雅我跟你说，旁边那个人要得这个娃儿的心好，脾气好，顾家，过得到一辈子。只是非常遗憾的就是在我爸走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我们结婚。那后来为什么会闹到分手啊？2021年6月份的时候他又对我提出。但是我们会发现但凡是这样的故事，女生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咋咋呼呼的，她不那么矫情，对啊，也不是那么的形式化，也更不是那么的功利化，对，就是随波逐流，偶尔在某一个地方停一下就继续往下流，但是人呢总是希望能歇歇脚的，对，有的时候也就走不动了。来吧，我们来听听三位老师他们的分享一下他们的感受。小雅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但是她不坏不狡诈。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她聪明在所有你的爱情进攻的路上其实你都是被动的，而她是主动的。就像涂磊老师说了一句很经典的成语，她一直是在以退为进。对，为什么？当第一次你写的那个奇丑无比的小破情书，他就已经拿捏在手上了，如果当时他不是在意了介意了或者用心了，随手就扔了。所以这个女人呢，为什么我说她聪明不狡诈呢？她处处有考虑着你的感受，包括父母的感受，包括有没有孩子的感受，所以这一点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这可能也就是成熟女人的魅力吧。啊，最后一句话吧，他以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小心思、小风波、小情绪。既然你担起这辆车了，还是一个挺重型的车，你就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啊，不要让自己或者说他或者他的家人感觉后悔。好，祝愿你们幸福，谢谢你们来了，谢谢老师。其实按照说那个理智上你是抗拒的，因为你觉得你们俩特别不合适，但是在情感上你是特别需要爱的，觉得有这么一个男人突然走到我身边，很想抓住这份爱情，这就是我很喜欢你很欣赏你的一点。因为你在经过了那么多东西以后，伤痕累累的身体身心，你还愿意去爱，还愿意去相信爱，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你仍然去相信爱，仍然去愿意给爱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其实就是热爱生活的一种表现。你始终有能力去站在生活当中不趴下，这是身上特别好的一点。然后第二，我觉得你身上还有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就是你刚刚在数落他的时候，一条二条三条说的条理清晰，有理有据，特别像我教训我儿子。然后你非常坦诚，没有丝毫的隐瞒，也没有丝毫的装嫩，或者说我要一定要跟他拉近我们的年龄的距离。所以我觉得你是个活得很明白的人，生活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就是让你现在以最好的方式来迎接他。最后呢，想借着天上父亲给你的那句话说一句，小雅，我也给你说，王斌那个男的要得。谢谢你们了，谢谢老师。小雅，在这份感情中你更重要一些，因为你选择的空间太小了。其实人生啊，短短几十年，咱们奋斗努力过上好日子，他的目标是什么呀？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呗。很显然，命运很残酷，你的选择没他多。我还真就服这种人，因为拿一手烂牌的人经常就是祥林嫂加窦娥，他没有。你看从一开始他都是个女王范儿，他接受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我认为这才是吸引王斌的东西。世界上读懂你的人不多了，要珍惜。你们都有一个特质，就是违反常理的对对方考虑。你看他不生孩子，他耽误你，人家偏不，拿着户口本、身份证，随时民政局见。你们永远要记住，在今天这个舞台上展示的不顾一切，然后去熬过未来岁月对你们内心的煎熬和考验，争取白头偕老。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老师。来吧，接下来有什么话对你丈夫说？谢谢你来了。老公，嗯，认识五年了，我从来没想过在我人生的这个年龄阶段还能遇到一份真爱。我做好了跟你白头到老的准备，未来的日子我们俩努力把日子过好，加油老公，我爱你。我也爱你。来看看她送给丈夫的礼物。本栏目由三合一新方法养护骨关节营养物骨比例赞助播出。老公，以前我们那些年很难，其实你一直想有一副眼镜，因为你经常对着电脑。在那个时候我就说先不忙吧，等以后日子好一点我给你买。虽然这个礼物它不珍贵，但是这份心意是老婆是记得的。我很喜欢，谢谢老婆。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爱情，什么刻骨铭心，什么海誓山盟，爱情的形式不重要，最关键的还是那四个字，真情实意才最重要。好吧，希望你们早生贵子。谢谢涂磊老师。这次呢我知道你有花啊，对，我给他带来了惊喜。嗯，老婆，上一次呢是你向我求的婚，这一次呢我身为男人我应该向你求婚啊，请你嫁给我。黛西啊，不要两只脚啊。
当然来保险。加油，未来会更好的。我一定。毛头小伙子还是毛头小伙子，是吧？对。但其实人最单纯的恰恰在于在最开始的时候敢于面对一切，也能接受一切。对，人就这样，年纪越大就不敢面对，就不敢接受，好吧？嗯，就这样。好，祝你们幸福。谢谢，再见。谢谢主持人老师，谢谢三位老师，谢谢大家。本栏目由三合一新方法养护骨关节营养无骨比例赞助播出。让我拥有寂寞之间，老公，我做好了跟你白头到老的准备。我爱你。我也爱你。粉碎在你的风暴里，此刻那些伤扎不，结局到底是怎样要看他们自己去把握啊。但总而言之，我们看到了两个相对于真诚的人，没有那么多套路，也没有那么多形式，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其实年纪越大的人反而没什么套路，年纪小的人倒是套路连连。但是爱情不需要套路，不需要有招有术，爱情需要的还是真情实意。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谢的话想要诉说，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